声，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台晚会当中的部分少数民族。我们四位是纳西族。纳西族是丽江市22个少数民族当中的主体民族，有30多万人口，主要居住在丽江市的玉龙县和古城区一带。勤劳之苦的纳西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自己的宗教、语言和文字，而东巴象形文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存活着的象形文字。各位在晚会中欣赏到的纳西古乐、老东巴、棒棒会、殉情等舞蹈，都是纳西族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和灿烂文化的一个缩影。